是另外一半表达爱意，不一定要说我爱你的，就算是很简单的三个字都可以令到对方深深感动，还有被爱的感觉。由今天开始，只要你参加奇华饼家 Facebook 有奖活动爱不用说我爱你，就有机会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，累积最高分者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终极大奖的。所以呢，快啲嚟试下你有几了解你嘅另外一半，叫埋佢嚟一齐玩，中奖机会更加大嘅。